经过上一期熊二出现在王者峡谷视频的讲解，居然有西瓜小伙伴说我 P 图，大家不妨仔细看看，仔细瞧瞧，我这人物和英雄是能 P 出来的吗？这是一把青铜零颗星的排位赛，很荣幸今天我们选到了喷火人。我们来看喷火人第一个技能就是喷火呀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不过被哪吒给跳了。那咱们再放一次火吧，放火。虽然哪吒也是带火的，但是我的火好像更猛一些，对哪吒造成一个持续压制。看来这把哪吒打得挺谨慎的呀，打不过就跑，那我也拿他没有办法。在上路看见队友好像需要我的支持呀，敌方两个人欺负我方一个人，我必须来帮我队友报仇，必须把我们喷火人的气势给拿出来。怎么说呢，兄弟们，看蔡文姬一直被我持续灼伤。好的，我们换一把手吧，换成加特林加龙炮。知道为什么我要先切掉辅助，就是为了防止蔡文姬给他加血。兄弟们，这个喷火人真的太强势了，这个灼伤效果，我的天，队友配合默契，成功让我拿下了双杀， nice。其实这个喷火人的一二技能都不算，最强大的还是他的大招，有一个从天而降的击杀范围，触发三段效果，成倍速叠加三段伤害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点个强烈推荐和关注我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